印度西孟加拉省周日上午10点左右，经传鞭炮工厂爆炸，造成至少7人死亡，还有多人受伤。事发后的最新画面提供给您，民众脚下全是碎裂石块，一旁建筑崩毁倒塌，地点是在一栋2层楼高的房屋，发生不明原因爆炸。警方抵达现场之后，紧急封锁调查，怀疑是鞭炮加工过程导致意外。而事实上，当地不少居民会在家自制鞭炮，再拿到工厂加工来赚取生活费。可是出事的鞭炮工厂没有取得政府执照，还在当地非法营运，安全性引发质疑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